go to the start. Ready.男子5000的接力运动员将在跑道上滑行45圈。接力是短跑比赛中最精彩的项目，每个接力队由5人组成，其中任何4人都可以参加比赛，剩余1人为替补。每个接力队必须身着一致，全队服装颜色必须统一。 腿的两侧标有国名，4名接力队员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比赛。接力采用的是接力的方式，可以在跑道的任何地点和任何时候接力。最后两圈必须由1名队员来完成，但是如果某队在最后两圈内跌倒，允许接力。现在暂时与影片位置的是韩国代表队。 韩国代表队的参赛队员有7号李俊熙、57号朴智宇、109号朴仁旭、107号金多金。现在在场上滑行的就是7号选手李俊熙。现在暂停第二位的是匈牙利代表队，匈牙利的参赛队员有10号刘少林。 59号、刘少华、93号邓赫、189号本泽奥拉。现在在场上滑行的是189号选手本泽奥拉。暂时处于第三位的是俄罗斯代表队。俄罗斯代表队的参赛队员有3号西蒙、35号帕贝尔、175号维克多安、176号达伊基里。 现在在场上滑行的是3号西蒙，还有33圈。现在在处于第四位的是荷兰代表队，荷兰代表队的参赛队员有16号伊特扎克、32号霍格沃夫、77号布里斯马、99号凡特沃夫特。 由于各国运动员经常在一起比赛，所以各队选手之间都非常的了解，对手什么样的风格、特点，在比赛中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战术都会很清楚。现在各代表队在匀速滑的过程中，不断占据有利的位置。现在暂时与影片位置的依然是韩国代表队、匈牙利代表队，正在暂时第二位。 俄罗斯代表队在第三位，荷兰代表队现在依然是暂时处于第四的位置。在接力比赛中，采用红白黄绿四个电子计圈器，分别显示的是4个比赛代表队各自滑好所剩的圈数，能够更准确地追踪滑好中的距离。 还有25圈，现在荷兰代表队算在上到了领先的位置，匈牙利代表队依然保持着第二位，韩国代表队现在是落在了第三个位置，俄罗斯代表队现在是在第四位，还有23圈，现在荷兰代表队在场上滑行的是99号选手凡特霍夫特。一。 接力比赛中，一般第二棒的选手都是最强的选手，第二棒选手将滑最后的两圈。好，不适应，好，快点的。哎，我们一起过去，英国人。好，走他。哎呀，你也是。今天，今天，今天。爷子啦，你得准备，你得准备。来，保持着领先的优势。 匈牙利代表队暂时保持第二位，韩国代表队现在处于第三位。现在赛程过半，赛程过半，代表队还是没有提速。
还有四圈。